司可伟，我觉得马吉尼有点可怜哎。哼，他那么坏，他为了追我们，一天到晚发生意外啊。虽然他每次都想办法对付我们，偷东西被噎到，或是摔倒，再不然就是被球棒打到，或是打到头。嗯哼，我想他应该买个保险才对啊。嗯，我想也是。那他该去哪买啊？东森保险啊，现在加入会员还有机会得到杨基小英雄赠品耶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告诉他去吧。喂，老板啊，我今天发生了一堆意外，我的头好痛啊，我想我应该买个保险。你打给我干什么？打给东森保险呢？啊，这我不知道该买什么保险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笨蛋！我不知道。你这个大笨蛋啊，有问题是找东森保险的。东森保险0800009088 ，PT Life.com。